嗨，我是宝可梦。今天呢，我们要来做一个开箱，噔噔，给你看一下。哇，这个就非常非常漂亮了。这是永丰银行永传世界卡的这个开箱盒子哈，这个金光相向左右打开就可以了，有没有？里面呢，就是之前跟大家做过介绍的永传世界卡。那它这个盒子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它是属于这个中间双开门的方式，让你倍感尊荣。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把这个卡片取下来给大家看啦。哈，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做过开箱的，但是之前那个是样卡。所以这次呢，当然就是一个真的是自己的卡片的感觉哦，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好，那你看完了正面之后呢，它的背面也是一样哦，就是我把那个资讯稍微遮住了哦，但是你看一下你就知道哦，它的排版呢其实就是跟之前的样卡一样哦，就是简单，然后呢它连水波纹都放在后面哦，那它这个上面呢一样，它是有两种不同的材质所做的，所以它上面这边呢就是在阳光下会有那种金光闪闪的感觉哦，你自己看就知道了。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机关，你把它打开之后呢，拿起来，你就会发现它这边呢还有一个小小的 welcome letter， 它有一个这个欢迎信的部分，它在这边呢有特别的去注明，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然后恭喜你拿到了这张卡片。那还有一本呢是完整的权益手册，这个手册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美哦，因为我看过就是真的很用心的，包括就是跟你讲现在有的一些什么权益。然后还有就是吃饭的优惠，他甚至都还帮你就是每一个亮点的餐厅全部通通都把它做出来，他这个 PDF 档可以在网络上面去做下载，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了。那他这个介绍呢，其实感觉上是比我之前写的那个还要再更完整，所以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一看。那包括还有住宿的部分，他也有把这个亮点的这些住宿通通都把你弄完整的就是做一个表格的介绍。这次其实是永丰银行特别邀请宝可梦来做这个申请信用卡邀约体验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有机会能够为大家做到第一手的开箱。那这张卡片也的确是不负众望，就是它的回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但由于我不是永传会员，所以它有一些顶级的权益其实我是有办法去享用到的，比如说那个机场接送的部分我就没有到12趟，我可能只有8趟。那甚至还有就是保费的加码或是海外的加码，我也都拿不到最高的回馈哦，所以这个呢其实还是有做一个区隔哈。如果你本身是永传会员的话，我恭喜你，因为这张卡片你可以享有的是更完整的权益。话说回来，其实你在吃饭跟住宿的部分呢，不论是不是有受邀请，其实你只要有这张卡片就可以拿到这样子的权益，我个人也是觉得非常非常不错的。前一阵子呢，我有分享一个排行榜哦，就是6张顶级卡的餐厅优惠排名。那这张卡片呢，其实它也是名列前茅哦。怎么说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旁边的表格哦，它里面呢第一名啊，台新卓富无限卡呢，它有提供57家餐厅的2人5折。但是第二名呢，就是我们的永传卡了，它其实也就是不落人后它最高有到45家餐厅是2人5折的部分。那当然，银行它如果继续弹进去，我就会持续的去增加它的这个数量，所以其实竞争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哦。那再来的话，就是依序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好，所以如果你本身呢有办下这张卡片的话，请你拜托一定要多多的去吃它的餐厅，2人5折，如果说一顿6000块钱的话呢，等于是扣3000哦，那就省下了一半的价格，差非常的多。那你一个月只要去吃一次好了，是不是一个月省3000，一年就省下36000，等于是这张卡片的年费24000，你就直接吃回来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永传世界卡的开箱哈，我们一样就是把这个产品呢，就是依序的把它放回去，然后呢，就是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哈，我们这张卡片呢，它的确是非常的尊爵不凡，尤其是用了一个这么漂亮的这个盒子来做这个开箱哈。只要是收到这个大礼盒的人呢，我相信心里面都会非常非常的开心跟雀跃哦，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卡片。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